哎 ，Apple 賴嘉雲，今日咧就欣田村正式咧可以入嚟咧睇樓同埋裝修喎。咁啊，你就出咗好多靚嘢啦。嗱，呢本書仔啦，我睇咗下咧，就覺得你都好多嘢都講得好清楚嘅。咁但係有啲嘢咧，我都要考下你嘅。好啊，睇下你係咪真係落區落得多先啊？咁啊，呢度咧，準備就入嚟住啦。咁啲細路讀書點樣搞法好啊？嗱，咁而家咧，屯門區嘅校長會咧都好好，咁啊已經安排咗咧喺4月28號，咁啊安排咗屯門區嘅小學會去到優子田中學嗰度咧有個諮詢日，咁等我哋啲升小學嘅街坊咧可以盡快去嗰度聽講座，順便咧就可以轉校，因為升校升小一嘅話咧，其實之前已經完成曬噶啦個過程，咁而家就爭轉校呢個關口。咁至於幼稚園咧，咁欣田村咧係一個東華三院嘅幼稚園。但是今年因為可能收唔到啦，應該咁就可能要等到下學期啦，先正式開始。咁我哋都會係喺呢一方面咧，更加會幫幼稚園嘅家長啦，喺揾學校。咁如果我哋新搬嚟嘅街坊咧，佢想去第二度啊，或者翻工啊等等嘅嘢咧，咁呢度有咩交通可以幫到佢哋啊？都多噶，第一啦，有成個嘅西鐵線，哇，有個總站，冇錯啦。咁啊，另外咁亦都有個兆康巴士總站，咁啊裏邊咧係出九龍嘅車嘅，有67X 啊、67M 啊等等啦。咁近期仲加咗架叫做 A33X 喎，喺機場。機場。係啦，咁就唔兜博泰城嗰啲就比較快方便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我哋而家爭取緊有架 P960 呢個豪華巴，咁啊可以喺兆康我哋欣田呢邊度開出，咁啊直接出港島區啊。係中環嗰邊啦，係。冇錯啦。咁另外可能如果係大埔啊、上水北區嘅街坊咧，原本係咪可以搭261雙層巴士啦，喺兆康西鐵站 A 出口，又或者喺出邊門口轉右就有一架44A。咁而家近期我哋又再爭取到多一架44A1嘅往上水小巴，希望可以舒緩到我哋嘅街坊。咦，咁都好齊喎，嗱，出九龍有啦，出香港有啦。去上水北區邊有啦，元朗係一定有添啦，因為輕鐵啊、西鐵都去到啦。好啦，咁啊交通都算方便啦喎。如果日後有其他嘅需要幫手嘅、要支援嘅，甚至乎可能要借工具嚟驗樓嘅，都可以揾我哋民建聯同埋賴嘉文社區服務處嘅。